很多不同的专业了，所以那个写程式的人 coder 大概已经在一个送降低到3-4%哦。那现在像有人类学家进驻，所以我们其实就有点像是以前人类学家研究的部落，他都会默默的观察，然后他有一个小笔记。是 Mr. YZ， 然后也可以叫我江胜。然后我今天要就是报告是这个，就是真的假的，这讯息查证。好，就是我们其实常常在 LINE 上面会看到，像家族或者是同事的群组里面，常常会有人不经查证就转传错误的讯息在上面。那这些人可能他们不擅长使用 Google 来主动的去搜集资料，但是每天都会使用转传功能来寒暄问吧。转传呢是他们透过每天的练习而不断加强的技能，所以呢我就做了一个 chatbot， 当这些不熟悉 Google 的人，对，然后他左边的话是右边的话，你可以就是加他好友这样子。当这些不熟悉 Google 的人遇到讯息想要查证的时候，他就可以把它转传给这个所谓的真的假的这个 bot， 对，然后真的假的呢收到这个讯息之后，他就会帮他 Google。然后像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这边传了一个食物酸碱性与癌症的文章，那真的假的就帮他找到了一篇文章回应，那使用者就可以这个时候就把这个讯息转传的讯息传一传回传回去给他，传给他的那个人这样子。但是在大肆宣传这个 app 之前呢，这个圈报上面仍然有一个使用上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有时候他找到的文章牛头不对马嘴，有时候呢，他还会搜寻到就是同一就是转传同一篇谣言的那篇文章。对，所以基本上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改善这个的话，我们需要做一个留言的资料库，让大家一起来协作对讯息的查证。然后我们的 bot 呢，他在查不过之前，我先查这个资料库。它基本上就像是一个 LINE 讯息的新闻小帮手，让大家可以贡献。收到留言以及编辑大家对留言的这个回应。好，对，那这边的话就是说我的这个 database 它基本上会用最近的方式就是开放 API 出来让大家可以去搜寻这样子。好，那目前的话，实作的现况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资料库跟 API 它已经盖好了，所以等一下的话，我会把 chatbot 接到这个 API server 上面。那如果搜寻的 quality 问题的话，就是调整这个 API server 它的一些就是回传的参数这样子。然后写入文章的那个 API 还没有写好，所以可是我现在就想要跟大家收集留言的资料，毕竟现在里面才30笔资料，其实杯水车薪。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现在在 LINE 对这个 bot 传讯息的话呢，你的讯息就会被记录到这边。然后等一下我们在这边是征求，就是大家就是可以加，就是跟加这个 bot 好友，然后跟他对话，就是把那个你收到过的那些留言的讯息原封不动、完完整整的整篇传给我们。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资料库在比对的时候，它比对的那个效率会比较高，就是 完整的 matching 嘛，对。然后再就是我们这边这专案会需要的是 TXT 组的人来协助标记这些传来的留言，然后还有 UI designer 跟 React.js 这个前端工程师来做一个像是新闻小帮手这样子的一个网站来显示留言以及查证的结果。然后再来就是因为这个背后是有 Elasticsearch， 然后我是新手，所以可能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对 Elasticsearch 有熟悉的人的话，可以来看看专案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到这个谣言打大平台打 PW 来了解专案的现况，谢谢大家。